总不能让韩向一直就站在院中。我实在病得无力起身，这样坚持着更是失。陛下，宗室始终不肯受命知宗正嗣，臣以为这正是他的谦逊谨慎之处。世人皆知，国朝以皇子知宗正嗣，陛下无子，则知宗正嗣者，他日便为皇子，成天下之主。世人贪权爱财，多的是为蝇头小利而不择手段之辈。若说掌国之权，史上不知多少人用性命争夺，而宗室面对如此权力，尚百般逊让，可谓品行高洁。然而，国无储则根基不稳，他既被陛下所选，如此固执，却也显得不够担当了。并非宗室没有担当，他只是孝顺。怕朕内心尚未决定立他为皇储，若知宗正嗣，难免天下人皆以他为皇储，倒不给朕犹豫的机会了。那么陛下是否已经做了？马上就要元宵节了，慧柔没念着去看灯吗？他如今哪还有这般心思呀？臣妾也是不明白，官家都已经说服那些言官，我看他们也不会再说什么了。怀吉是个宦官，徽柔现在又病成这样，就一定要让怀吉去前省，不能让他陪在徽柔身边吗？徽柔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灯海和板戏，尤其喜欢出宫去看。今日我带他出去看看。带徽柔出城？可今日灯市还没开始呢。我
带他看看那些坐灯的人。员外订的三百盏花灯啊，粗胚都已经做好了。今日验收呢，如果想加点装饰啊，还正是时候啊。灯是我恩公订的，他们一家从南方来，恰好在东京过元宵，这次不单想逛灯市，想定制送人，更想看看制灯过程。好，爹爹。啊，这是我女儿，平时呢，我经常接待客人，运运材料什么的，家里灯方啊。我女儿照看的多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来来，来请请请，来来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，随便看看啊，啊随便看随便看，这些呢只是骨架，像这些呢就已经是成品了。这屋子里边闷嘈杂，姑娘您身子金贵，要不进屋子歇歇吧？不必了，我想再看看。你一直在这里，贵客订的急呀，有三百盏灯笼要在元宵前赶制出来，又要做的精致，自然是要连夜赶制了。对不住啊，我。姑娘您这是照顾我们家生意，怎么会对不住呢？要知道呀。您这三百盏的定金可以让我们大家好好过一个年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姑娘家呢。我去给您倒杯茶。哎，天色都快黑了，你这么小就不要做这么重的活了。这有什么重的，这是最容易的。我今年帮奶奶洗纱，帮姐姐搬纱，花先做完，元宵节的时候就可以去看官家、娘娘和公主了。元宵节去看官家、娘娘和公主，有花海，有百亿，这些算什么？我要看官家、娘娘和公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官家、娘娘和公主啊。
正是因为他对百姓的悲悯，才会对你、对我们苛责。他眼里看见百姓的苦，比你所受的苦、我的为难远为深重。就比如方才的姑娘，比如那些洗沙的老妇、会彩的大嫂，其实当年元亨，也就是怀吉，他的母亲和祖母便是如此。惠饶，司马光并非无情，他若无情，就不会在爹爹告诉他怀吉的身世之后，却不忍再对他言必称当主了。怀吉，爹爹若能让我选，我也宁可每日像他们一样辛苦劳作，但是能日日与怀吉在一起。莫说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命运，便算是如今爹爹真的放任你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，惠饶，你真的能如他们一般辛勤劳作吗？你已经是公主，过了这么多年公主的日子，你便只会做公主，便如同爹爹也只会做管家是一样的。爹爹不好，爹爹不该只让你诵读那些字句漂亮的诗赋、画花画鸟，也不该因为疼你不让你承担该有的责任，该让你去读白居易的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怨天寒，也该让你去读范仲淹的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。司马光同他们一样，所有的怜惜与同情都在这些百姓身上，他最终是太过偏激了。可是惠柔，你想想，若非你太过任性偏激，爹爹对你纵容，司马光亦不会如此。你若继续任性偏执，司马光未必不会再偏执起来。就算没有司马光，还有其他言官，这些为了社稷而偏执的臣子，是国朝的支柱和脊梁。爹爹不会听从他们偏执的要求去伤害无辜的怀吉，却也不能让你的任性使他们继续偏执下去。于公伤社稷，于私，爹爹保护不了你一辈子。如今爹爹无论如何都不会去伤害怀吉，可你若执意要留他在身边，那他最终在旁人心中便不会再是那个受尽苦难的百姓，而是诱惑公主的内臣。你真的以为可以保护他？怀吉走吧，而若便只求你一件事，让他从这孤城出去，让他出去替我到城外去看看外面的模样，感受外面的苦乐。
只要他好，我与他永不相见。温柔，爹爹已经让毛泽送怀吉与他哥哥相聚了，从此以后怀吉不再是怀吉，他是梁家元亨。其实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是想做管家的。
释怀，主者施行。娘娘，姐姐，爹爹还没回来吗？他是不是又被大臣抓住不放？爹爹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会带怀吉来吗？我想让他陪我画画。
他这样也好吧。我还记得很早很早以前，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，那日我成了刘根的娘子，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要陪他一辈子，安安静静的，不给他添任何麻烦的，陪他一辈子。哪怕他觉得我无趣，哪怕舟开唱和，湘高玉皇帝神明，四时朝觐，锦绣臣纸，肆意走马，缀灯前策，交响高语，皇帝神武，解兵休工，永为蜀国皇帝一举，群臣设宴。
君子无暇。